娱乐圈的女星们在造型上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造型，也很敢于突破创新，为了保持这份神秘感，也给粉丝带来新鲜感，她们也会考虑羽衣造型。当女星遇到羽衣造型，你觉得谁最美呢？我们先来看看张韶涵在舞台上的羽翼精灵造型。她的造型团队一直是圈内公认的顶级团队，这身金色羽翼造型将她衬托得非常漂亮，这身造型简直就是量身打造，她的身材非常娇小，所以看上去非常轻盈，几乎每次的演唱会造型张韶涵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，这简直就是精灵本身。羽翼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和颜色，杨颖这身绿野追踪真的美到窒息，这是去年在她生日庆祝上穿的，配上晶莹剔透的羽翼，森系少女裹胸裙很有灵气。这身造型的灵感来源就是迪士尼奇妙仙子小叮当 Tinkerbell， 造型上也算是小有突破，一身紧身的牛油果色包臀裙将她骨感的身材彰显，与大海背景融合为一体，这应该算是杨颖近几年来最惊艳的一次造型了吧。浅金色的头发，浅色美瞳，以前的混血感又回来了。杨超越一身雪白的裙子加上雪白的羽翼造型，蓝天白云下像位天使，真的是妥妥的白月光啊。这张脸小巧精致，长长的黑色大波浪更是将全白色的颜色中和了，没那么单调。其实杨超越的脸挺好看的，国内很多人也吃这种颜，所以在这款造型上她轻松驾驭，气质也非常清冷，脸上的妆容仿佛表达了几分悲凉之情，像折断了双翼的天使。